你别吵了，走了。盛楠，你看谁来了？好久不见。出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就是你不要玩火，你居然跑到舞台上去，你看看你这个德行，差点你把厨房给我烧了。我打电话给你爸，让他马上来带你回家。我不要去找我爸爸，你不要我炸了。盛楠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你怎么哭了？谁让我离家出走？离家出走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流浪去哪儿都行，叫你滚！哎，等一下，去哪儿都行。那你去我家吧，我不告诉你爷爷，咱们让他急一下。走吧，多吃点，不着急，慢点。我决定了，然后就住你家，再也不理爷爷了。多吃点。你不会烦我吧？不会。永远不会？永远不会。想什么呢？子谦哥，我回来两年了，但一直都在涿州酒店上班。本来想回来看看的，但工作太忙，实在没机会。正好呢，这次合约到期了，我终于有机会回来了。你怎么样？你现在变化真的挺大的，真的是长大了。要不是顾爷爷带我来见你，我都不敢认你。妈，现在漂亮到你都不敢认了。哎，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走的时候我才十二三岁。哦，对，小学毕业那会儿。真快，我现在都21了。我听说你在酒店工作啊？我也在酒店工作，我在五星级的酒店里当厨师，整个后厨就我一个女孩。真的，我是凭自己真本事进去的。厉害吧？你在哪个酒店啊？嗨，别提了，出了一点小状况，就停薪留职。哎，对了，你腿怎么了？我看看。好多了。哎，我忘了，我们家盛楠长大了，不再是小时候那个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没事就离家出走的小姑娘了。这样吧，我今天以咖啡代酒，祝我们俩久别重逢。好，干杯！干杯！